本来出家人是这样子了，出家人是没有家的，出家人你出家，你就是没有家了，没有家了。你到哪里，哪里就是家，哪里就是家。真正的家在哪里呢？在天上，那是玛哈双莲池，是真正的家。所以出家人啊，以什么为家呢？在娑婆世界，以自己的身体为家，以自己的身体就是家。出家呢，也就是处处都是家，你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你的家，走到哪里，那里就是你的家。所以说，一波千家换，一波千家换，孤身万里游。一波千家换，孤身万里游，这很有意思。走到哪里，出家人的家就是在哪里。